Hello，大家好，我是 Winsky，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防网易新闻客户端首页的系列课程。上节课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实现一个以 scroll wheel 为基础实现的 segment control。然后呢，这节课继续上节课的内容，教大家如何去给我们的 button，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segment control 绑定我们的点击事件。OK，我们还是继续打开我们的工程。然后这是我们上一节课写到的代码。然后呢，现在我们第一件事要教大家如何去给我们的这个自定义的 wheel 绑定事件。首先，大家在 OC 里面，我们如果是自定义了一个 wheel，我们要绑定事件的话，我们一般会去使用 delegate。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使用 delegate 的这种方法，就是我们 table wheel 使用的那种方法。然后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协议。然后呢，我们这个协议的名字叫做 delegate。然后我们这个协议里面有一个方法，方法的名字叫做 button did clicked。然后呢，我们这个方法没有，会返回，给我们返回一个，我们暂定为 index 吧，就是我们当前点击了哪个按钮的 index，然后它是一个 int 类型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protocol 这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它要被声明为 class 型，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它声明一个 weak。然后呢，在我们这个 title segment 类里面，我们需要一个 delegate 的一个属性。然后呢，首先这个属性要设置为 weak，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属性为空的时，被销毁的时候，它会自动置为空，这样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然后我们这样，然后名字叫做 delegate 的一个可选属性。然后呢，这个 delegate 是继承自我们这个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再让它继承自，要实现了这个协议。OK，然后这样我们这个 delegate 的部分就实现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修改我们的 button，然后我们去修改我们这个 create 方法。首先第一点，我们的 button 需要一个点击事件。然后，所以呢，我们要写一个，一个函数。然后呢，这个函数就叫 button clicked。然后呢，它接受的参数是一个我们的 button。OK，然后这样。然后这个函数干什么用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将它绑定给我们的 button，我们要用 button 的 addTarget 方法。然后第一个参数表示为我们当前这个方法所在的类。然后呢，selector 我们使用 Swift 2.2最新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里面是一个我们 method 的名字，也就是这个 button clicked。OK，然后里边我们给它一个参数，然后 event 呢是一个 UI control 类型的，然后呢我们给它的是 touch up inside。OK，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先给这个地方给个名吧。然后这块儿，这样就 OK 了。然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也做完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干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要去，哦，对，因为我们这个点击了以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点击的是哪个是，我们只知道我们点击的这个 button，但这个 button 是谁，我们并不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给 button 一个 tag。
然后有了这个 tag 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被点击的是第几个 button 了。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做最后一点处理，就是 self 点 delegate。然后呢，我们要调用它的 button did click 的方法，然后呢，参数给 button 的 tag。OK，这样我们这一部分的处理就处理完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到我们的 Will Controller 里面去进行一些处理。我们去到我们的 Will Controller，然后第一步呢，我们需要先让我们的这个 Controller 实现我们的 Segment 的协议，也就是 Table Will 这个 Delegate 协议。然后呢，这个协议是里面有一个必须实现的方法，所以当前 Controller 会给我们一个错误提示。然后我们在最后的 Delegate 的地方。然后我们来实现这个方法，方法的名字叫 button did clicked，OK，就是这个方法。然后呢，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暂时什么也不做，我们就是打印出我们这个被点击的 button 的 index，所以我们在这儿写点击，然后我们。把 index 打印出来，这个只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效果。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这个少一个，OK。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去设置我们的 segment delegate。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点 segment，然后呢，设置它的 delegate 为我们的 self，也就是我们的 will controller。OK，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效果了。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OK，当我们点击这个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输出了我们当前这个 button 的。index 啊，这个地方因为我写的就是01，然后但是它的 tag 其实是零，所以我点击它的时候显示的是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看到，当前我们这个 segment control 并没有保存我们当前点哪个按钮是被点击的，然后哪些是没有被点击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一部分的功能。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用来保存当前被。就是被点击的那个 button 的 index，然后呢，它是一个 int 类型，啊，直接默认值给零，OK。然后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现在需要干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每次执行完点击事件以后，我们需要修改当前这个我们这个属性的值。OK，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有了我们每个值了。然后呢，在我们修改这个值之前，这个值指向的是我们上一个选中的 button 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去修改一下。我们首先要获取我们上一个 button，我们可以起个名吧，叫 temp。button，然后呢，它通过我们的 tag 来获取，然后是 self 点 scroll wheel，然后呢，我们的 wheel 有一个方法叫做 wheel wheel tag，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tag 来获取我们当前的这个 wheel。OK，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 button 了。然后我们把它声明为一个 UI button。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做一下修改，我们还是用 optional bounding 来做，这样更安全一些。然后我们拿到了 button 呢，我们把这个 button 的 select。设置为 no，
因为我们已经不再选中它了。然后我们这个 button 呢，它会被设置为 true，它的 select。OK，这样我们就修改了这个 button 的各种状态。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根据它的不同的状态，然后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button 的样式以及颜色，然后来便于用户来识别究竟哪个 segment 是被选中的，哪个是没有被选中的。接下来呢，我们去修改这块的初始化代码。我们要让我们的 button 在选中状态和非选中状态有不同的颜色。然后呢，这个刚才我已经写好了这个代码，然后我们直接粘过来。这个代码要干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 select 的状态下，将我们的 title 的颜色改成红色。然后呢，在非 select 也就是 normal 的情况下呢，把它颜色变为白色。然后我们再加一些处理，就是说，如果我们当前的这个 i， 也就是我们这个 title， 它是等于我们的self 点 index 的，然后呢，这时候我们要将这个 button 设为选中模式。OK， 这样就做完了这个设置。我们再想一下还有什么细节需要处理。哦，对了，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调整。如果我们 tag 第一个 button 的 tag 被设为0的话，也就是这个是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 will 还有其他的 tag 是0，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下一个简单的处理。我们来一个名字叫 button tag base 的属性，然后呢，这个属性也是一个 int 型，我们比如说让它就是100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处理，避免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给我们的 tag 再加上这个 button tag base。OK， 这样的话就我们再通过这个 button back base 加上这个 i 再去拿我们这个 will 就不会有问题了。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做一些修改，也就是我们当前的 i 加上它等于这个数。然后呢，我们的 index 的默认值也需要做个修改，直接修改为这个。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拿到 tag 了以后，我们需要减去一个我们这个 base 值，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们再做一下修改。然后刚才我们这地方有个地方写错了，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执行回调的时候，然后再减去这个 button tab， 然后这块是不用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OK， 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然后看一下我们代码的效果。OK，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当前这个01是被选中的，然后选中它是红颜色的状态。当我们点击第二个的时候呢，第一个选中会被取消，然后第二个会变成红颜色的状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打印也是完全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还可以滚动，滚动了以后也继续可以点击。OK，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们用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去实现这个网页新闻客户端顶端的这个可以多选的可以单选的 segment control。 然后呢，接下来的课程中呢，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实现下拉刷新和上拉加载更多。然后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已经快接近尾声了，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然后非常感谢，我是 Winsky， 大家下期再见，拜拜。